兰藻室中多奥妙，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这个，一个是吞吐，一个是还有粘黏等等。您看看，您给我们讲讲这兰藻。横兰竖折，横兰竖藻，藻是去啊，兰的是回，就是来回劲儿啊。这四句话呢，就是吞吐也是它，吞啊是往回，吐呢是往出啊，叫吐故纳新，实际练的这个也就是跟这个枪法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扫啊就是去，蓝呢是回，就这么两下。这要是往这会儿去，老是一个九十度角，你看我这么老正蓝，我得往这儿去，往这儿去呢，这脚要到枪的正中间，你看这就来，要往这儿去呢还得往这么来，这回到时候就是不管多少哦，什么横扫千军了，千军万马了，就这样，就一去，就这呼噜得躺一大片，回来这么一拦又一大片，含着就这个枪，这就拦扫枪，就这么两下，啊，这个动作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这叫扫，这叫拦，啊，这叫吐，这叫吞，啊，吞吐，你看不是这枪一去一回来。你鼓肚子不是，你还得收，怎么收啊？响命门，肚脐就瘪，这才有蓝劲儿。吐呢，响肚脐儿，手也看很明很轻灵的往前去，含住这个意思。这枪呢就这么多啊，我把它正确的做一遍啊。这枪扎完了，安全完了以后，你看，眼神看，眼到哪里，你看，这个枪要到哪里？这回这个步子呢，扫你得落在这个枪的中心线，然后这个枪和这个枪转对换，你看得推，这得收。你看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去，这个去的时候扫也是收，收肚脐儿。这是前去，在这儿说又是响命门，还是收，就跟咱们扫东西拿笤帚乱扫，知道吧？这是往出去，啊，往回来，啊，当我们练的时候就要注意这点啊。你看中平以后，它是随着这个尾骶骨一个。还有时候这个圈返回来，你看进这样都是他，这是拜哪个门，明白？这个动作时就这么多啊，这去的时候你看一来，王先生，下面是第五枪了哈，起步枪啊，这个您讲了很多，像头了，齐步齐步，珍惜齐，这个齐在什么地方？您给讲讲。齐步齐步，珍惜齐，啊，前脚要进呢，是后脚推，奇怪就这么情况啊。还有，你看着这个去啊。齐步枪的意思呢，一般的扎枪什么拦呐、拿呀、扎的功夫，这不是。这个去的时候，就是扎这个枪，就这脚一蹬，这脚就虚，就虚变实来，啊，实变虚。这个虚都是变实，这个实呢变虚，虚变实，实变虚，不停。这枪呢，你就随着脚动，你看，送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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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个齐步枪。明白了，这个简单的，就这个劲儿啊。把这个道理懂了以后，你看那个灯，
这就虚。坐，坐，蹬，坐，蹬，坐，蹬，就这叫齐步，啊，这叫前后脚相随永不离。你看这四句话，然后你看我都是用四句话，就四七二十八，这叫七言绝句，就作诗啊。还有合斋押韵好记，这是我秋分那天写的，是吧？这个我坐一下你看啊，不要使这脚进，不要这么去，这就不行了，真的就是坐那脚就虚了，回头坐完了以后那脚落虚落湿，这又坐，你看你看这腿还不能跳，懂了吗？就是坐啊，擦着地擦着地擦着地，你看怒意出来了，这才有劲，就是恶狠狠的扎的那个准，将来用的时候像什么穿绣也得坐，看准了叫直入。将来这个十三枪枪点啊，连环的用，一二三啊，四五六，到回的那个四五六变为一二三啊，那当时那个一二三又变成十四啊，十三十四十五啊，明白？就是循环无端的，所以到时候赶上就是那个中平枪扎出。